你看我害怕害怕。冷静。不不不，真冷静。我今天说两句好吧，说两句。不，我不知道都怎么会上这儿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我是一个退役多年的国足，其实啊，让我来吐槽大会，我觉得还真的不合适。就足球、篮球是格子行，就节目组说你是前辈，来把郭艾伦、周琦、妈妈醒。哎呦，我真是，他们能差成什么样？能让中国足球，能让中国足球来拯救他们？哎，真没想到，哎，足球，哎，足球还能鞭策别人的一天了，怪，真的怪。就你别以为我篮球不熟悉啊，19年世界杯，哎呦，我看了打波兰那场，还剩7秒，我想赢定了，我就上个厕所，还没出来，就听到哦的一声，我想赢定了，我提着裤子出来了，结果平了。咦，怎么平了？就我很自责，都怪我，上什么厕所呀？不，真的上什么厕所？应该把周琦让周琦上个厕所。然后打加时吧，打一加时输了，奥运会没了。我说这时候怪谁？怪周琦？哎呦，人说本来留给波兰队的时间不多了。好了，你一发球，完了，那个发球我看了好几遍，我上去用脚都能传给别人，你拿个手都不行。姚明，姚主席，气喘一截，一脚发伟力了。第二天采访你，你还笑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挨骂少。就该让你拿着篮球到足球场上去，篮球场才多大，让足球场上的那帮球迷来骂骂你试试。就像在训晚辈一样的在训他。这帮可真骂，你知道声音有多大吗？骂得我现在脾气都变差了，我现在耳朵背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，我脾气是不好，我总不能老说周琦啊，我怎么说？我应该说说艾伦，应该说说艾伦，林小国，亚洲第一后卫吧，控球啊，世界杯生死战，哎呦，我没搞懂，一分，拿一分啊，篮球只拿一分不容易的。发个球，篮筐这么近，就相当于就2分嘛，对吧？都基本送给你的，按照小郭的水平都送给你的，你还扔掉一分。就我当年我也踢后卫啊，我进的球都比他多啊。这足球进球不容易的。我也是后卫，我这一跑7-8米还得进球。其实就我一直很欣赏小郭的，你别看我偷偷看，我真的很欣赏小郭的。有人说他打球啊不传球，也不能怪他，
小国和谁打球啊？哎，你说说，王治郅、易建联，现在呢？周琦什么人？啊？男篮现在什么水平？就这么几个人，周琦都在打中锋，没有这个能力，知道吗？就在家门口都打成这样，脸都不要了。找队友很重要的，就像找对象一样，要找到好队友很难，找对象就容易多了，直接上一对 APP 啊。找对象上一对，来一对成一对，撮合一对又一对，靠谱啊！艾伦，你可以试试。周琦啊，你就别用一对了，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对的。其实真的，篮球环境真的不错，很好。啊，就算输了，也有很多女粉丝。加油，怪人打得再差，姐姐也不怪你，但是姐夫得怪你。那说到这儿，以前不这样的，当年看足球，姐夫姐姐都怪。我气死！周琦，你一个中锋，身体太乱了，这力量不行，啊，杨老力量不行。我看了他网上训练的照片，我这哑铃啊，就这么大。哎呀，就比。鸡蛋灌饼还小。周琦啊，本来天赋很好，却浪费了，吃鸡蛋灌饼，训练迟到。他这态度，我感觉他迟到会说出那句话：“教练，我不想打篮球了。”说说杨老吧，杨老杨他站在后面站得挺好，小杨运气蛮好的。杨导在 CBA 也打了10年了。哎，杨导退役之前混到了个冠军，冠军那场总决赛，杨导，我记得好像一秒都没上啊。都没上，人庆祝的时候，他把奖杯举起来了啊！体力好，一看比鸡蛋灌饼大，力量大呀！我来举，我来，不麻烦你。杨老刚才说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教练员赶上做教练员容易批评人，批评是让他们进步。我们踢球的天天日晒雨淋，篮球还好，弄个盆打一会儿，暂停。嘘。又说到底，足球、篮球都不容易，啊，希望大家多宽容，少骂点。你骂的少吗？你骂了半天了都。当然，作为专业足球的教练，我该骂还是得骂。你们篮球。打得真没以前好，真的。我不能骂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范志毅。来，杨指导，是不是让人害怕的方式不一样？来，那个周琦。周琦别怕他们，来擦擦汗。周琦，我这
在旁边眼看着这儿的汗刷刷的下，他的汗没事儿没事儿，我有没事没事没事，范哥没事，你说你的，别有这个别有这个包袱，我在这儿没事没事啊。来，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准备投票支持杨明。